主料 QQ 糖水辅料糖准备材料把 QQ 糖放到盆里从盆中倒入水加热要一直搅拌加热至化成水找一个碗或者是其他容器将水将水倒入碗中装满冻好后的成品因为我做到一半水洒了所以就只有一点了哦烹饪技巧记住水不能太多温度一定要很低要搅拌均匀绝对不能像我这样做完了正晾着还被我碰散了好心疼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